丹青啊，你别紧张哦。你放心啦哈，医生讲这只是微创手术，你跟阿嬷一定拢会真安全的，平安无代志哈。丹青啊，我认为还是要跟你妈妈吼讲一声啦，要跟伊尊重一下。啊，送礼物，都咧未送林家，那是通知伊都有变数啊。不过我若讲无爱，国庆一定会无欢喜的啦。其实我嘛认为应该。我需要。是安怎的哦？秋水的状况会安怎嘛？唔知，袂用让妈对你烦恼。我已经做决定啊，我家己当做主啊。对对对，我嘛认同单亲，安尼较袂甲宋美华有啥物争斗，去影响到伊甲阿妈的秋水啦。你哪应该这么自私啦？关关是大手术呢，咱一定吼爱让美华知影，袂用吼跟他想着咱家己啦。我只是顺单亲的意啊，啊，即马单亲要关关给阿妈啊，你都莫阁去影响伊啊啦。我既然我已经做决定啊，希望大家尊重我。对对对，大家哦。一定拢会尊重你的意思，哈。袂用的啦，这么大条的代志，我哦还是爱甲美华讲一下，是好是歹，我拢爱家己承担。林国庆，这林国庆拍简讯来是要创啥？想要关关给他老母，刘永祥，关关，这个单亲来这么戆啊！关关这么危险的代志，阿姨哪会安尼大主大义，拢无跟我参详一下，都要糊里糊涂去做啊！我无赶紧来给伊阻止，要哪会用得啊？哎，阿妈遐冲动啦！哦，迄真正要讲烧钱呢。哎，别个，为了恁爸二十名哦。哇，还是老开放较济来。我已经通知美华，等亲要动手术，啊，美华哪袂来？拍摄，因为佫差一张要写的表格无摕到，请你再稍等一下，我先去处理，马上就回来。哎呦，啊，这个护理师哪会这尼啊傻啦？啊，这间病院的效率真正这尼啊歹哦。人安尼也无用哦，难免会出错啦。啊，你哦，小工体谅一下啊。哎，啊，唔都是换一个官尔。讲到遐尼啊轻松，我的官官的人唔是你。以前哪会来？是我通知美华的啦。哦，你这嘛是咧创啥啦？啊，单亲就讲唔免通知伊啊。你这尔急，无要创吼？一点点啦，这尔啊大个手术，哪会当哦无通知哦美华啦？美华，你来啊！单亲哦，拄啊好要去手术室啦。林国庆，你哪会有命叫单亲做这款代志啊？国庆。无怪昨暝你敢那凊彩给我一个简讯，就准拄煞。原来你就是因为心虚，唔敢转来面对我嘛。我无啦，昨昏我袂。你哪会这尔戆？是不是因今日讲得真可怜，叫你都爱关关救人？安尼你就相信啦？啊，你哪会这尔好怪哈？你敢唔知因这家伙啊，拢是死道友，无认识贫道的。你去用利用去，你知无？你紧去，搞转来去。妈，你误会啊啦！我误会啥？你洪生哪有去啊？你敢不知？不管安怎讲，你是跟我来转啊！开王，你来跟我斗三间。宋美华，你哪会当安尼啊？单亲已经答应我啦，哪会当讲反悔就反悔啊？今日上家阻止我娶走单亲，我就跟谁拼命啦！单亲，有啥物话，咱是等来跟我清楚。
就算讲你已经决定了，是听完我的意见，你才重新评估，好吧？妈，无人逼我，嘛无人甲我洗脑，我是自愿要捐款给阿妈的。啊，你先准备安尼做啊？杜春讲你是林家的新妇，你万免为着要友好，你都安尼牺牲家己的身体啊？这也着讲，想嘛知影讲伊在林家吼，跟大家哩袂拄好。俺们在讲，我想讲吼，看当关官了，后摆日子较好过。我哩是林子深，之前我搁看你的代替单，真去红线嘴皮，太伊贵。我搁听孙讲，你真正是为着伊在失相的。想不到在这么要紧的时阵，你给他杀出去牺牲，我有影是把手机搞到喇叭，我看不着人了啦。妈，你讲了对，小事也无够好。妈！你唔通扛着我走人哦，啊，若无你袂真正甲你拖出去前啊！你敢打我的后生，我是安怎不敢打伊啊？宋美华，你是凭什么打我的子孙？凭你讲话无算话，做人的红婿拄到这款代志，竟然叫某去打，叫伊去替伊做遐尔危险的手术。妈，我都讲啊，我是自愿的。阿妈是冒保险，敢然有性命的危险，若是无人管管好伊，大家就会失去伊啊。啊，所以呢？林家敢那剩你一个人啊？信？因家遐尔啊济人，敢讲拢无一个人会当管？都剩讲用轮的，嘛轮袂到你来出头啦！妈边啊，迄个查某囡仔是啥？你的查某囡仔无这尔恶毒，伊愿意跳出来救阿妈，所以你才气到要死。查某囡仔，妈阁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宋明宏。是上帝用奥博，大家心肝来知知啦。为着今仔日，我一定要把丹青带走，袂让伊伫咧遮悠哉恁伫咧欺负啦。呀，真正是亲情感动天呢。啊，不过这到底是真呢，还是演呢？天公伯敢看袂出来？啊，丹青，啊，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啊，只是你领养的，你对伊的感情。真正这么亲，讲到这么有情有义的，你现在出来站声，就有一个理由啦，就是不爱伊救妈，要让妈自生自灭。本来是领养的。哎呦，莫安尼好无？啊，一支嘴仔无尻川的夹夹球，话拢三号袂讲。阮心爱的，敢是许无血无目屎的查某人？你根本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你要动手术，拢无让伊妈妈知影，啊，伊两个人的感情，感情才这么好。免讲这个啦，非得你就是私心，想要保护你的仔儿，所以你才会逼丹青去做这款的牺牲。啊，代志到这来哦，什么可能性拢有啦？凡说因仔的血型无符合哦。妈先做下手啊！你这个人话袂讲啥？对吼，啊，若无奈遐尔拄啊好，伊的血型就是无符合，无听到。哎，林子深根本就毋是林家的种啊！宋美华，你这个查某，你这个查某嘴哪会这尔傲娇，这尔歹啊？人咧讲。饭会当学袂食，话袂当啥咧学袂乱讲。你根本就是怨妒我，怨妒我替林家生一个后生。一个连某都无法度照顾的后生，是有啥物路用啊？你讲讲，你讲讲，我跟他们讲啊，我不准你欺负我怎么囝啦！慢点，我怎么囝啊？慢点，去卡动手啦！顶个你跟我认错。我的心内阁有淡薄仔感动，就是你还袂甲我放袂记，原来是我想太多。
你早就把你的母爱拢给你领养的查某囝，你安尼拼性命保护伊，想说从来无安尼保护我，你的心内早就无我吼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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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搁起价动手，真正当作恁袂食残。好啦，咱来走。妈，我看到你为着我这么烦恼，我是真正足欢喜的。因为我到今嘛才知影，你还是这么要紧我。哪有紧对我来走啊？讲话你这要创啥？我袂当走。你敢不知道你今嘛是伫咧讲啥？妈，无人甲我洗脑，也无人威胁我。我会同意要捐款给阿妈，那是我单纯想要救阿妈。自从我入去林家，因真正对我足好的，尤其是爸甲阿妈，因从来唔捌怀疑过我的动机，嘛无因为你是我妈，因都对我态度有转变。因对待我真正是对待家己亲人同款，因予我从来唔捌感受过温暖，所以我无想要失去阿妈。之前你予林家的人欺负，你搁另外份工，啊，我乃无听你，无予你安慰。啊，即马我替你出头啊，你煞跳伫个林家迄边。我是惊你恶心肝去对待人，煞互骗，结果你完全拢无了解我的心意。不是啦，妈，我算是白痴你啊啦。妈对啦，人伫个讲哦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所以做家人是谁都要真谨慎，爱爱惜家己的身体才算是有效。看起来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生妈妈，所以你才拢无伫个信道啦。好啦，算起来是我无资格啊，我无资格干涉你，是的。是我家婆，阿妈，你起啊？徐振清，阿七，你来伫遮？阿妈，你今麦干嘛就忝？是因为你的肝在衰竭，啊，我跟你的肝多会合，我才会在这。你别管我好啊！唔得，我已经活得差不多，等我。妈，你别讲这款话。你放心，我真健康，我嘛希望你会当健健康康，等咱都好起来，咱才做一起佚佗。啊，那手术失败了，无解答。你即摆反悔，也会好。阿妈，即摆手术哦，那是微创手术，迄空嘴会比一般的较细，脉恢复较紧，所以你别烦恼啦，别有代志。从这时阵，可能给他安慰。阿妈，之前在那林家，都是你站在我这边，在爱护我、疼我。现在我站在你这边，我疼你。妈一定是今世不相逢。有你这么好的媳妇，阿妈，我相信咱一定会当做伙渡过难关，以后的日子，你都会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